Hello， 各位，我是慈善家。好啦，好，我们这一集呢要玩慈善家了。为什么要玩慈善家呢？因为上一次我玩慈善家的时候，我不断的黑他，说他没有屁用，但手电筒真的没任何屁用。对，然后我们就很多人就会很生气的跟我讲说：“欧啦，那是你不会用好吗？你根本就不懂得用慈善家。会用慈善家的话很厉害。比方说，慈善家用手电筒的时机呢，就……哎呦，等一下，是我监管者，是我监管者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先躲一下，兄弟。”上，然后引开他的注意力。好，我继续讲解为什么有人说我玩慈善家很弱，因为他说我用的时机不对，是应该要在监管者呢，比如说板子砸到他的时候用，或者是呢他插到的时候用，反正就是在他有僵直状态的时候用，才能照到他，才能成功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一次呢，为了证明欧拉玩慈善家其实是很厉害的，所以呢特别要录了这一集，对，让各位知道我是很会用手电筒的。那好，现在呢，无论如何，先有一台破译机，先把它破译完再说吧。那现在心跳一直很大颗，心脏一直很大颗，一直懂事懂事。不管他，我们的那个兄弟，另外一个慈善家呢，现在在帮我引开他的注意力，应该已经走远了吧？好，不关我的事了。那现在呢，阵容各位看到，刚我的兄弟一个慈善家，对了，就是两个慈善家，再加那个技师一个机械师。那这样子的话呢，就是机械师不错，可以让我速度破译增加 8%， 所以呢，现在破译速度是有没有比较快一点？有，应该是有，但是身体的感受不出来，对，但是应该是有啦。好啦，有点像安慰剂的效果。好，不过呢，各位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？就是比方说，我左边这个，右手边这个乌鸦，只要你要跑步的话呢，就会吓到它。那如果监管者他要点天赋的话，跟乌鸦有关的话，他可以透过乌鸦的惊扰，然后知道你的位置。那最好的方法就是用走的，对，走的话乌鸦呢就不会飞起来，那这时候监管者就看不到。但是这种是天赋的点击啦的点数，有些监管者会点，有些监管者不会点，像我呢就可能不会点啦，对，好，那因人而异，但是还是要小心啦，我是都不管了。然后第二个破译机找到了，这个鬼鬼祟祟的是谁？机械师，机械师干嘛鬼鬼祟祟的？不懂，还是刚在躲鬼啊？好，反正呢两个人破译速度又变得非常快，不过慈善家受伤了，所以机械师速度有点慢，那也没关系，因为有我在。有我在就 OK 了。不过各位知道吗？其实慈善家呢，我看日文的版本，它的名字不是叫慈善家这个翻译，是叫 Dorobo， 就是泥棒的那个汉字，就是小偷的意思。其实，那，我现在想想，好像也是小偷的职业居多，的可能性比较大。因为你看他带手电筒，然后翻箱倒柜的速度加 100%， 那意味着什么？就是小偷嘛。完全就是小偷的特质嘛！慈善家干嘛需要翻箱倒柜加一把？干嘛需要手电筒？对不对？慈善家不带手电筒，慈善家这么有钱，应该都带探照灯的吧？好，我们现在呢，这个破译机呢，破译完一半了。跟机械师破译还蛮有效率的，合作愉快哦。那现在呢，只有慈善家受伤，我的兄弟刚挨了那一刀，我是有点过意不去。但是想一想，他应该这样子啦，因为我觉得他的贡献值也不知道高不高，反正我现在靠我就够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现在快破译完了。马上就完了，好，结束，剩下最后一条了，各位加油，这次节奏不错哦，不错不错，这次节奏真的很快。然后鬼一直没看到，不知道跑去那边绕了，莫非我的慈善家一直在跟他绕啊？没有啊，我好像没看到前置几秒几秒的讯息出来，所以应该是慈善家没有在绕鬼，应该大家都没在绕鬼吧，而是鬼在找人，找不到人。好，算了啦，反正我们现在呢剩最后一条破译机了，赶快去破译就对了。好，我们走走走走，这个小房子外面应该是很安全，但是我现在有一个想法，如果我现在走到大门的话，那破译刚好完成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去开门了？这样是不是更有效率？你看，没错吧？马上就开门了，有人在破译。好，我们现在先按按钮好了，等他们过来。好，到这里之后呢，就触动我们灵活的手指。一定要用食指按，速度才会快。如果你用中指按的话呢，不但速度不会快，还有挑衅的意味，鬼看到会不高兴，所以只能用食指按。好，开玩笑的。好，现在呢，慈善家，他好像有操控，刚操控完偶了一下，我不知道他的机器人现在在哪里，也许他想按密码机吧，按对面的。好，现在快走，没有人受伤，赶快走走走。我们现在这次很顺利哦。哦，有人在牵制监管者，有人在牵制监管者，那个慈善家。我看错你了，兄弟，加油！哇，倒地，不是吧？看在你是我兄弟的份上，我去救你好了。
不要惊，不要慌，不要害怕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我这次呢，总算对，刚开头刚刚讲有点忘记，我们要到我们的手电筒，对不对？我们这次一定要手电筒返回一程，让各位看到我手电筒的威力，也让鬼看到我的威力。哎，其他两个好像要去救，哎，哦不，要玩偶就是最笨的，因为玩偶呢被打一次就晕了，送玩偶啊。好，我们现在，又是小丑，小丑又见了，我们赶快绕一下好了。另外一个祭司，他似乎要门。好，我们先救再说。走走走，赶快走，兄弟，兄弟不要回头啊！哦，冲刺过来了，哦，闪掉，好，不错，我的技术身手很灵活，不愧是小偷啊！好啦，照此参加。好，翻窗，没问题。没问题哦，顺利哦，各位赶快跑咯，各自跑，各自跑。我被打到一下，完了，我现在被打到一下，再一下我就 OK 了，我就 KO 了，不是 OK。我们先压一下板，有压到吗？没压到，可恶，他要冲过来了，再压一次，有压到吗？有压到了，好，快点，快点跑，快点跑，我们这边绕进去这个圈圈，再压他一次板，对，那看能不能再压他一次板。小丑有没有那么笨，被我压到第二次呢？哦，没那么笨，翻过去。唉，我现在怎么办？我现在感觉好像在往回走，哎，大门口在反方向，没办法，小丑在那边啦。我现在没有人要救我了，对不对？看得到我吗？哇，他传送走了，太好了，好时机，赶快走，赶快走。但我跑去另外一个大门了，他去抓人了。好，我们赶快走。哦，在这边不远处，果然在大门口那里。那我们走这个大门好了啦，比较安全一点。我目前机械师被抓了，为什么机械师被抓？你不是在大门口吗？这是乱溜的下场。我现在不太敢救，因为我现在被打半血，所以我现在的体质虚弱，去救很有可能有生命的危险，所以我先走好了。应该是要叫大家赶快走，对，我先走呢，各位应该就会跟着走了。通常只要一个人走呢，各位有感染到那种走掉的气氛，他们就会跟着走。我看一下其他有没有跟着走。好，这个刚刚出来从 Oreo 出来的这个慈善家，我的兄弟，果然也是要走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非常好。好，走掉走掉，赶快走，赶快走，赶快走，不要回头。对，好，技师也走掉了。好，那这局呢就算成功的胜利喽。不过我没用到手电筒，我们玩下一局好不好？下一局我一定用到手电筒给各位看。好了，各位，上一局是个意外，因为上一局完全没有慈善家发挥的地方，所以这一次呢，一定要发挥了，好不好？不然各位一定会有人讲说，哈啊，欧拉，你不是说要用手电筒吗？啊，怎么没有用哈？啊，你怎么没用？哈，啊，不是很厉害哈？各位稍安勿躁，因为呢，上一局是个意外，没有我发挥的地方，这一局一定会有的，好吗？我们这局呢，尽力的发挥他的长才，就是用手电筒。用手电筒，对，就这样照监管者。好，然后我们这一局呢，开局是一个空军，我现在跟空军姐姐在一起，空军阿姨吗？看发型有点像阿姨，好吧，等一下要被骂，空军姐姐好了。然后呢，诶，又是一个慈善家，这个慈善家呢也是我的兄弟哦。那这样讲各位可能会觉得有点高魂，对不对？就是哦，红光乍现，先跑再说，空军姐姐赶快跑啊！完了，他被打到一下了，怎么办？跑得掉吗？好，我们再碰一碗对台再说，先让他追，先让他追好了，我们先不要管他。好，我们这台先破一碗，我们再看要不要救他。哦，空军姐姐居然放了，他把唯一的那一枪给用掉了，所以应该是不太会玩。好，这时候呢，我们就遇到了我们的兄弟了。那这个兄弟呢，是有点同父异母的感觉啦。然后，去韩国留学过，因为看到他名字，应该各位应该不难理解。那现在呢，我们一起来破译机器吧，兄弟。机器就在这一台，我们赶紧先破译再说。好，还有点时间，趁空军姐姐呢被抓了，兄弟来吧。兄弟就这样跳下去了。他莫非是想救空军姐姐，不想来破译了？可恶，重色轻友。好了，我也去救好了。我也跟着去救咯，那来吧，兄弟合作，齐力断金。怎么上去了？
我不太能理解我的这个兄弟的大脑在想什么，不过好吧，算了，我自己去救好了，你去破译机器吧，这种危险的任务交给我来，因为我刚开头已经讲了，我要利用到我的手电筒。好，我们现在看有没有实际用到它。这个监管者是个小丑，对不对？是个非常恶心的，好啦，不恶心，是个非常变态的小丑。我们现在翻窗过去，嘿，好，马上救，然后再引用他的注意力，嘿，他没打到，他打到墙。不过，他没打到墙，他如果打到墙的话，应该会有 CD 时间，但是没有。哦，小丑跑起来了，用那臃肿愚笨的身躯。好，我们翻过去，打不到。接着跟他再绕个几圈，应该就能甩到他的监管了。那我们的空军姐姐呢？应该顺利跑掉了吧？毕竟我都拖他那么久的时间了。好，刚刚不是用手电筒吗？没用到，看来刚刚那个时机不适合用手电筒。好，我们先来破译这台机器好了。那空军姐姐呢？顺利离开了，这样我的心愿已经达成了。忘记留电话啊，不是，我们现在马上来破译这台机器，破译完之后呢，再来。我的兄弟被打了，我的兄弟怎么回事？刚刚不是好好在破译吗？小丑冲进去了吗？好吧，空军姐姐已经被治愈完毕了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先来破译再说啦。完了，我的兄弟倒地了，这就是重色轻友的下场吗？啊，不是啦，这个就是为了破译而牺牲的下场。我的兄弟我要去救吗？为什么每次都让我面临这种选择题？好像是是非题耶，救还不救好像是是非题，不是选择题。好啦，既然他已经被放下来了，没有被放椅子，我们就看一看好了，先观望一下。不过这边有一台破译机耶，趁他没被放上气球，我们再破译这台好了啦，剩最后一台了，所以我们赢面很大。如果这台再破译完之后呢，我们就赢了，我们就可以开大门走了。所以我的兄弟呢，就算这时候飞高高也不关我的事。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我的兄弟飞高高的话，我一定要非常非常努力的尽可能去救他。对，心跳声来了，怎么回事？就在附近吗？小丑依然不把他放椅子上，他到底想盘算呢？不得而知。但是呢，在这样一来一往之间，我们破译机呢已经快破译完了，马上就能破译完了。我刚刚旁边看到一个玩偶，是谁的？是谁捡到宝箱，捡到玩偶？好 ，OK， 大门已开，这时候是时候该离开了。哇！慈善家挣脱成功，我的兄弟成功了。卡到了呢。好了，让你去破译好了，让你去按密码。我这时候呢，先来引开小丑的注意力。刚刚讲了，一开始已经讲了，我要到手电筒，对不对？我不能食言，是要让各位知道我慈善家的实力到底有多坚强。这张椅子应该放在这张椅子。好，放完之后呢，我们来抓一点时机。看一下，他发现我了吗？没有，他直接往大门冲。这时候是救人的时机，好，赶快救。OK， 冒险家这时候也冒出来了。好，我们赶快跑了，往大门走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小丑绕回来了，大门开了吗？大门开了。各位，大门开了哦，赶快走了，赶快走了。空军姐姐走第一，空军姐姐果然是走第一。好，那我跟着走好了。哇，这灵异现象。好，各位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兄弟现在怎么了。兄弟，赶快跑，不要再犹豫了，只剩你和冒险家了。看他走路这种，灵活的姿势，就可以知道身经百战。那我们的冒险家呢，也准备变回大人了，从小人变回大人，然后也往大门跑了。那冒险家呢，应该跑掉没问题了啦，因为附近没看到小丑。好，就这样直接走，对，不要等了，不要再等了，不要犹豫，还犹豫什么？快点走进去就对了。哇，我的兄弟走了那个大门，他不是走开了那个大门，现在才在按密码，可能有点危险哦。其实可以找地窖啊，如果冒险家走的话就可以找地窖了。好，没关系，冒险家走掉了，那现在慈善家，算是还算安全，因为小丑在另外一边，所以等到小丑过来的时候呢，应该大门也开了啦，所以不找地窖也可以。好，加油，开了开了，赶快进去，赶快进去，我们就赢了。好，进去，帅气。好了，那如果你喜欢影片的话呢，别忘了按赞哦。
想支持我的频道的话呢，别忘了订阅我蓝菜旁边的小铃铛，另外 IG 呢也别忘了追踪我，那我们就下一集见咯，拜拜。欸，不过我好像是不是一样没用到手电筒啊，哎呦，手电筒只是停电在用的啦。